大家好，今天给你们讲咱们昨天的排练，所以咱们呢昨天呢学了那个 Adagio and Allegro， 这作者呢叫做 George Frederick Handel， 然后你可以去查一下，挺不错的一个曲子。然后还有Brooklyn Suite 呢，是那个 Gaston House 写的，也非常棒。然后呢，咱们的节奏课呢，老师呢给咱们放了一个这个。就是用节奏做出来音乐非常酷，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叫做 John Cage Living Room Music， 所以呢非常酷。然后呢，咱们呢昨天呢还有一个那种历史的老师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他来告诉咱们这音乐有哪几种，并且呢它的历史，所以呢他给咱们放了一些这些音乐都挺不错的。所以呢今天基本就是，谢谢大家。